百年的清朝老宅整地翻修，竟然挖出一个直径三公尺的八卦机关，不止屋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连请来的当地历史专家也全都说真的没看过。这个是真住的，这个我们是在西皇子发现的。可以看到这个八卦阵正中间的太极图点缀有两个青铜片，而阵上的八个方位还用地砖镶嵌出八卦卦象。在旁边出土的两枚砖器则用毛笔字写了安居福地长富贵等祝福字样，神秘的八卦阵引人猜疑。八卦阵又被称作八阵图，而相传在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就曾利用八阵图在赤壁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。神秘兵法故事流传至今，多次被改编成戏剧、电影情节。此阵有八种摆法，称作天翻、地载、风扬、天锤、龙飞、虎翼、鸟翔、蛇盘，结合天时地利，综合使用，防不胜防。八卦阵到底为什么会被放在地底？当地的考古专家说，八卦阵中一般不会藏有东西，但这个八卦阵被埋在地下，所处的古厝又曾经属于清朝富商林百万所有，下方藏着财宝的可能性很大。但屋主表示，不管地下到底有着什么玄机，自己都会将地砖重新安装起来，不再继续深挖。记者唐玉泉报道。